听听好声音，好声音就是要听听。我们今天来到了二月二十几号呢？24号，好像不是哦。23，啊，25。我们来到2月15号礼拜天，好，我们再重新来一次哦。听听好声音，好声音就是要听听。今天来到2月25号，好，2月25号礼拜天，对不对？早上我们去了教会，好，今天在教会学了什么东西呢？两位小朋友啊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在教会玩抽鬼牌，你是啊？抽了会怎样？抽到会怎样？它有四种规则啊，就是抽到什么就要听他的哦。那巧合呢？正理的话代表要听他的，道路的话可以再抽一次哦。然后生理的话，道路、真理、生命啦，是不是？不是正理啦。生命是那个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和生命嘛。若不借着我，不能到父神那里去，对不对？我们很棒棒。我是圣经小王子，哎，今天就是那个写这句哦。你写的东西在哪里？我没看到啊。OK。森林是？不是森林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真理。哦，森林是那个被抽到真理的人，那个他要听那个现在在抽的那个人，然后道路是那个。再抽一次，生命是下一次可以暂停。哦，原来是这样的。然后鬼牌就是可以自己去决定。是是是，好。如果我抽到鬼牌的话，那我就要去请。好，那我们问一下妈妈，妈妈现在教会听到什么道呢？哎 ，Hello， 妈妈，乌狼爹不？乌狼爹不？好吧，他不在哈。我们大人这边讲的要合一，懂不懂？我们都是神的，神的兵丁，我们要为神而战。OK， 好，结束之后，我们中午去哪里呢？我们到巴黎。对，我们到巴黎的山上去，然后吃了一个，吃了午餐，对不对？然后你们做手拉胚，有没有？然后我的手拉胚也是高的，然后在讲话的时候一直咳嗽。对，我也很想，我在想我是不是得了肺癌。没有啦，今天在晚餐现在完了10点，对啊，我刚才现在10点，现在26分了，晚上10点。我觉得只要我吹到风，就会讲很惨，对啊，哎，所以我们今天做手拉胚，那我们因为那个坡度非常的陡，所以呢，回来是怎么样，东西就包包整个滑下来，压到小恩的盘子上了，小何的盘子被碰到，杯子被碰到一点点，对不对？歪掉一点点。还能收回去？对啊，你的就要重用了。是啊。我爸爸把它变成用不变了。对啊，用我很厉害哟。好哦，嗯，好，那接下来呢？还有什么事情？没有。去书展。对，去书展。好，我一本都没有买到哟。我10本，我买这个爸爸都不付。你妈说买19本呢、欸。爸爸都帮小孩买东西，不好意思。不是爸爸帮小孩，我光是妈妈帮小孩买了19本书，爸爸一本书都没有买。来来，我们听吴老师说话。我不想讲，我只买了2本《工作细胞》。对啊，好，那我就去了哪里？你知道我去看哪两个地方吗？不知道。那个是全华图书，因为我的书是我的那个书是那边出版的。真的假的？对，但是那边没有卖，因为我是高中啊。高中课本啊，所以呢不在那边，家就没有摆出来，他那边都是放大专啊专业科目的全华图书，然后另外一个
经过三彩文化，三彩文化呢有一个人叫郭宪宏，小冬瓜，他的书在那边，是那边书吧，然后有放到那个看板上面，是排行榜的书籍，叫做《生命最后三通电话》，你想打给谁？好，今天我们的问题就在那边。哎，我原本想要那个去那个歌什么，妈妈那叫歌什么？歌树露营哦。不是啊。歌什么？隔离七天哦。隔离文化。哦，对，隔离文化。啊，隔离文化。可是那里没有隔离文化。有啊。没有。有啦。没有。有啦，我有看到啦。没有啦。怎么会没有？三彩文化有去研究所有的。三彩文化超多我想要的书。不可能啦、啊、三彩耶。对啊。三彩。三彩文化里面哦。好奇跟报纸都是。是三彩的、啊。哦，真的哦，连安安的都是哎、欸，在那边排队排得很。对，在那边排队太夸张了啦。前面有十个人。打电话给小冬瓜，跟他讲一下，怎么那么夸张？不是啊，因为我们好像有一个理事还是谁，也是三彩的。小冬瓜是谁啊？就是小冬瓜，就是长在路边的小冬瓜。嗯，你爸的尸体要给他收啊，哦、对不对？然后你妈就说：“人家我的尸体没有人要。”他爸爸尸体没有人要。怎么会有尸体超多人要？好不好 ？OK， 好，那我们今天我们最后来听一段圣经啊。今天圣经有一点点长，那我们听一下两节而已，两节而已，也不有多长嘛，说长不长。我们先听一下《以赛亚书》第55章第8至9节。哎，还没有播放。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，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。天怎样高过地，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，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。哎呀呀呀，这段是讲到神的意念高过于我们啊，所以我们要顺服于神啊。好，今天我们这个。2月25，哎，二甲，25号的《听听好声音》就在那边告一个段落，我们现在继续开车回家了，拜拜，拜拜。